嗨，我是宝可梦，我现在在曼谷的博悦酒店。现在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消息，就是永丰大户2024年下半年的权益已经公告了，重点如下：一，永丰大户数位账户的优惠呢 ，1.5% 的高利活储可以存30万，而且每个月有最高20次的跨行提款转账次数，完全都没有修正，所以这个呢是可以延续使用的。二，永丰大户现金回馈预习卡，它的 8% 现金回馈一样是没有改变，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它这个 1% 的指定加码的部分，它由原本的这个上限，每个月上限可以拿到600，调降为300了，也就是说你每个月以前可以刷这个6万块以内的国内 2% 海外 3%， 现在已经变成了每个月只能够刷3万块左右能够拿到国内 2% 海外 3%， 超过的部分呢它就只剩下国内 1% 海外 2% 了，非常的可惜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已经成定局了。第三点呢，它还是有一个地方改优了，以前的话呢，你如果大大跟大户中间就是要往来10万块才能够成为大户嘛，那你以前只有大大的话呢，其实你拿到的利率跟回馈其实都不好，那它现在呢有增加了一个门槛跟条件，其实是蛮低的，也就是说你只要在活动期间，也就是7月1号到12月31号来开户，并且将永丰金证券的大户头绑定大户数位账户为这个交割账户，那么你只要做一笔台股交易，比如说你可以买整股、买零股，或者是买封存股，比如说封存股最低就是100元的一次交易，那么你下个月就会从这个大大升级为大户，那么每个月都有做一次交易，每个月呢的次月通通都是这个大户的等级，我觉得这也算是相对简单的，毕竟这个台股投资其实不困难嘛，而且最低每个月只要扣100元，这其实是还不错的。这个永丰大户数位账户呢，它已经推出大概5年了，其实它的权益呢没有太大的这个改恶，大概都是差不多是 1.5%， 然后30万，然后还有就是刷卡回馈都是 8% 回馈，那它可能这个上限的确有稍微缩水一点，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觉得它还是非常的好用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数位账户也很不错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来跟团上车。那现在有什么上车好康呢？我们本团呢有这个所谓的长期的推荐码，就是 POKEM， 你只要在开户的时候输入这个推荐码，那么你就可以事后来我们的表单填这个问卷，那么我就会给你200点宝可梦梦级积分，这200点宝可梦梦级积分呢，你就可以来兑换小七或是全家的200元。那我们是依会员等级来给不同的这个回馈集聚，比如说一般成员就是200，那优班给到300，那基础班给到400，所以呢就是对本团的贡献越多我就给的越多，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把握的。那再下一个呢，就是因为他现在有针对证券户有做加码，所以我也鼓励大家一起来跟团开立证券户，所以请你一步一步来，就是先跟团开立数位账户，然后不要办证券户哦，等到户头开完之后呢再来开立这个证券户，那你就可以再跟我多领100。那你现在跟团开立证券户的话呢，永丰金证券会给你100元的小七商品卡，那你还可以再向我领这个宝可梦积分100，所以你等于是跟团开立数位账户跟证券户，最多就可以拿到这个多少500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一般成员的话呢，就是200加100，就是至少可以拿到300积分，可以换这个小七或全家300元，这是一个不错的做法。那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你只要跟团开户呢，你就可以回报系统。回报系统除了可以拿到积分之外，我还会再让你加入我们的大户 Telegram 群组。这个群组里面呢，我们每个月一号呢，大概在6点吧，或是2号，就是月初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放大家一起来抢红包，最少给到2000元的家乐福出资金，最多呢给到5000元。所以这个大家呢，现在本团大概有多少人？大概有3-4千人的，那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同乐，然后来这个领红包，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。所以我个人还是非常建议你，就是先从我的建议步骤开始来做开户办卡。比如说第一个，先开立永丰大户数位账户，推荐码填 POKEM。第二个呢，再来申请这个永丰的信用卡，我们也有 MGM 活动。好，那有参加 MGM 活动也可以再领 MGM 的东西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开立证券户，跟团开立证券户也可以拿100。那最后呢，就是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大户 TG 群组，然后一起来领好康。好，这是我们整套永丰产品的这个加入的这个流程，大家就可以参考。结论，为什么宝可梦这次会在博悦啊，为什么不在台湾呢？其实就是前一阵子刚结束了法国行，然后呢我就来这边调时差了。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呢？其实我觉得有一大部分是要感谢永丰，因为5年前我开始开立这个大户数位账户，而且开始使用他们的产品来做投资，这个目前的账上报酬率其实还蛮可观，大概40多%，
哦，那我投进去的钱跟后来产生的这个整个东西呢，大概有超过500了，我觉得非常的不错。好，对于我来讲的话呢，我就可以有多一点点的余裕去做我想做的事情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。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选到一个正确的金融产品，然后让这个金融产品呢，让你的这个财富自由的这个梦想呢，能够更快成真。好，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就是一起来使用这个数位账户，然后呢，多多存钱，多多投资，我觉得对于你自己是有帮助的，这也是我个人的经验分享啦，提供给你参考。我是宝可梦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